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乃姨。刚在这家哈吃完了大馅儿云吞，挺好吃的。给我妈妈妹妹一人再带一碗回去，回家就省事儿了。我要带走我的熟的大馅儿云吞加鸡蛋，再来两根果子。我爱吃馄饨。多少钱？一碗了。两碗。两碗都加鸡蛋的，十八。两根果子。二十哈，好。是我自己带来的盒儿，给我搁一个锅里就行了。那一个锅。好。还有一碗。还有一碗。我爱吃馄饨。太多了，行。我爱吃馄饨。加一点胡椒粉。再加点冬菜。小车，我也不愿意提了这那么多东西。我们家买东西特别方便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妈妈是不是也想吃大果子了？是是是啊，偶尔吃一次挺好的。我呀，我感觉就是我想喝馄饨了，想吃果子了，妈妈也差不多这个时间也想吃了，是吧？是是 是啊，快吃吧，别凉了。好吧，这老姨蒸的山芋是吧？我尝尝。你吃吧，你吃一口。来一口尝，我刚吃完早点了，尝一口。这个山芋还是今年的。倍儿甜啊。还是去年的。好像是去年的。我说呢。新的还没下来了。这么早就下来了。真甜。这果子到时候就想吃是吧？偶尔吃一次吧。对。你是我记忆中忘不了。它这个馄饨的肉馅还挺大的。对了。一生都解不开的遗忘。你是我怀里。我刚才买了这个山芋，我买了两兜。吃吧，我刚才买了两兜，5块钱一兜，两大兜，特别甜。这山芋，这老姨告诉我的，这山芋好吃。是他们家这挺便宜的。就点咸菜吗，妈妈？不就，这不够咸的。哎，对，这有点咸。一会儿吃完了，喝点水。这是昨天呢，老姨做的锅贴儿，你尝尝。我实在吃不了了，我实在吃不动了。这个刚才一大碗馄饨，还吃的那个一根果子，要不吃这块山芋吧？一会儿您吃吧，我不吃了，我实在吃不动了。今天，我的天，别跑了，行，对吧？家里有什么吃就吃什么，行，对吧？嗨，我这是也是总也没在外面吃了。这尝着挺好吃的，我想给让妈妈也尝尝，差不多也想吃这馄饨了。妈妈穿这衣服还挺好看的，这件衣服好多年，好多年了啊，凉快就得了。在家里你说，妈妈就是老美女呀，穿什么都好看的。还别不好意思，还真是的。网友们都说妈妈多漂亮啊，比闺女漂亮，比闺女还年轻了，看着。漂亮什么呀？都老了。老有老的美。最近看什么了？我就喜欢看这种科技新闻。爱看科技新闻哈。国家怎么搞的科技呀？我就喜欢。你看你不让我说。你说这个不能那个，人家不允许咱们聊这个话题，妈妈。你说，咱们这老妈总想聊点大话题，咱就别说大话题了啊。
那就说吃馄饨，吃馄饨，吃果子，对对对，就这意思，不能随便说啊。刚才呀，老妈一边吃馄饨哈，一边跟我聊天，聊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儿，都是那个国际新闻。后来我录了一段，我跟老妈说，妈妈，这个是不允许咱们发在网上的。老妈说，哎呀，我就对这个国家的科技啊，国家的大事儿啊感兴趣，你还不让我说。我说不是妈妈，我不让您说，是我的这个账号哈，没有这个权限做这个方面的内容。其实老妈妈哈，这心里这脑子里面都盛着特别大的事儿，比我有那个有那叫什么呢哈，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个人，虽然那么大岁数了哈，也不是也不是，就喜欢看我们国家怎么发展呢，就喜欢看这个，一些那个科技上的一些进步哈，老妈什么都知道。要是咱们国家有什么大事儿哈，哎呀，老妈从心里就跟着高兴。我听说国家强盛，我们老年人你是多幸福啊！能不盼着国家好吗？是不是？老妈就这样。别说是国家大事儿了，就我们家这个区里边有什么，对老年人的优惠政策哈。高兴极了，拿着电话一会儿给这个同事打，一会儿给那个同事打，别的同事就说，哟，你们区真好啊，就高兴极了，就啊，是看老妈吃馄饨吃果子还得吃块山芋，大家别认为我的特别能吃哈，我妈比我还能吃了。网友都说我吃的太多，妈妈我吃的多吗？我看不多是吧，我也感觉没感觉自己吃的多呢，我吃的也不多。老妈还说吃的不多了，我吃一根果子一碗馄饨跟撑的慌，你看老妈还一块山芋了。是你想拿这个山芋刮刮油，刮刮油，听了吗，吃点山芋刮刮油。妈妈这馄饨里没啥油啊，吃吧，那老妈接着吃吧啊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了，喜欢恩娜姨和恩娜姥姥的呢，长按点赞的哈，来个强烈推荐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，再见。